这间新生套房阁袂歹，有两个房间。哎，这包一个月爱袂少钱呢。我嘛想袂到，江总裁遐尼甲我斗相共。伊有讲啦，这间饭店的开销也出，啊，阁有咱头道去食的猪脚面线，嘛算伫个饭店开销内底。你若是需要什么新衫哦，你得去买，不妨好就会用呀。你是什么时阵钓到这个江总裁啊？我无，我是无参像你嘞。迄是因为江总裁甲外公有交情，所以才搞到三公的啦。想讲外公若是够原谅我，伊就欠江总裁一个人情啊。哎，伊算盘嘛是得较足精的啦。嗯，伊完全无需要安尼做，伊要巴结你哦，不如去巴结朋友。我看啊，伊绝对是对你有好感。我嘛是安尼感觉，啊，不过伊有某啊，佮遮尔老，哪会当做我的爸爸啊？哎，我无兴趣啦。嗯，你条件遮尔好。想要提钱，让你开的查甫人太多个。你若是会当好好按那个江总裁，我相信伊绝对会让你袂甲死死糊糊去。我唔是讲啊，我对伊无兴趣。搁再讲，伊这世人嘛无啥物绯闻，应该对这嘛无兴趣。伊迄个某，搁是一个差别，还是卖去掠伊较好啦。无绯闻，并无表示无兴趣啊！搁再讲，查甫人若是食老才行准，绝对嫌甲袂清醒。啊，伊迄个某，我有看过啊。人讲会肥的狗袂咬人，伊迄个某看起来遐戆戆，只是讲话较大声。查甫人还是爱讲话轻声细细，查甫人才听会落去。丁会官。讲来讲去，你就是要甲我扫江崇仁做爷细姨啊！我就无参像你啦，我万新明哦，阁无需要食这种饭啊！我甲我安尼讲，对啦，当初我就是讲，再去罗振英骗去，啊，不过我今麦有乖啊，千万袂当藏感情，谁若藏感情，谁就输啊！无唔对。藏感情，拢无好下场。当初我就是对吴信太太过细心，把汉良当作工具人。谁知影，我爱无爱我，我无爱，昨天都对我这么好。等到以后，我对汉良有感情啊，伊偏偏啊着。哎，惠弟，你即摆已经有经验啊。你就把当初对白汉良的方式拿来对那个江总裁，江总裁他给你的绝对比白汉良更多。你说这什么话啊？我才不爱去诱拐一个有某的老查甫人。哎呀，我也无叫你该安怎？参前迄款老狐狸，你若真正会达到目的，那较歹，食过唔承认。若是较乖啊，什么什么袂赴，我只是爱你继续甲伊保持关系，互伊对你有好感，继续欣赏你，就安尼尔啊。我有第亲抱这个外公，伊就会继续照顾我。讲你巧，你实在真戆呢。啊，讲你戆，你阁毋是啥物拢毋捌。我真正唔知道要怎甲你讲嘞，惠弟啊，你唔是有伊的电话，你著三不五时传一个简讯给伊请安问候，啊，然后若是有时间，就敲一个电话给伊讲，你最近发现一个真好食的餐厅，为了感谢伊，所以想要请伊食饭。等见面了后，才当面无意无意主动甲伊某请安问候，互伊对你无戒心。我是安怎要主动向因某请安问好啊？
就表示你对伊无任何无好的企图啊。卡苏伊那是主动甲你提起伊的太太，那安尼就成功一半。我听你了白讲，万一伊若讲伊太太真好嘞，安尼毋是就无去啊？提起伊太太真好啊，安尼就表示你有机会，伊想要试探你。想要知影你是不是有法度接受？你若继续用伊，继续关心伊，安尼才有后一步。卡斯，伊若是你一约就出去，你就要搁较主动关心伊，照顾伊。我卡也无这么熟啊，我主动关心伊，照顾伊，安尼敢袂出大面神呢？伊若是拒绝，安尼就无去啊。啊，不过伊若是接受嘞，就表示哦，伊嘛希望会当继续甲你保持交往。哎，你讲这啊拢假讲的啊！你莫把你的手段放伫我遮，我甲你无共。你当然甲我无共啊！当初我是一个无依无靠。就爱我靠罗在兴才会当活落去的人，啊，迄老虎米又搁遐欠卡，也毋过你无共啊，你有遐尼好的出身背景，搁接受遐尼好的教育，即马有一个查甫人，即世人毋捌见过美女，伊某搁安尼戆戆，遮尼好的金矿你毋学，你真正是一个戆人呢。我冤气还袂恢复。阮金雪当帮我处理真侪代志，也毋过也袂当予伊条魂在身上受苦，到时阵会真歹救回来。即马我一定要赶紧把身体养好，若无，哎，刚才在哪里啦？那这样拄啊好，才拄着你啊。我是来看精神科的啦，来摕爱困药啊。哦，你困不好，是不是迄饭店你住了无关系啊？啊，不是啦，我是咧烦恼阮爸的官司。啊，无代志啦，饭店的房间哦足舒适的，我还未找机会好好向总裁甲你说多谢。这也无啥，免甲我说多谢啦。总裁，你是安怎？你哪来病院啊？你是不是倒位人无爽快？不安怎啦，人老啊，总是有一寡所在要注意一下，老毛病哦，爱倒来病院最重啦。啊，你唔是有伊个电话，你着三不五时传一个简讯，甲伊请安问好，等见面了哦，才当面无依无依，主动甲因某请安问好。可以对你无戒心啊！啊，江夫人呢？伊敢无陪你做伙过来？啊，无啦，出来嘛真济代志啊！啊，而且这病院哦，真济专业的人在甲照顾，伊都无需要来啊啦。话嘛袂当安尼讲啊，住院哦嘛是爱有人看头看尾，安尼才会安心吗？我先送你回去病房。你不是要去领药？啊，这药单就伫咧遮，我随时要提拢会用的啊，不要紧啊，我先陪你回去病房。那是以早，我就会甲伊说 goodbye 做我走啊。敢讲我真正爱像像丁慧官讲的安尼，继续照顾伊。来，这里哦。哎呀。总裁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倒一杯水，要补充一寡水分，安尼对身体较好。无想要讲哦，你嘛真体贴吧，还过晓照顾人诶。哪有啦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啊，而且嘛唔免开什么亏啦啦，来，小，大大啉。多谢。
总裁，啊，你带伊病倒几工？啊，病的菜色你食了有关系无？啊，是讲我去外口买一寡较营养的来甲你补身体。啊，你有啥物袂当食的？我对，有肉袂当食啦，啊，其他拢用的。哦，安尼就好。啊，拄啊好啦，这附近哦有一间排骨饭足好食的，我买过来甲你做伙食好不好？哎呦，你嘛知影迄间排骨饭哦？啊，千金大小姐呢，嘛知影食迄间路边摊。其实我咧讲啊，大饭店哦，拢食气氛的啦，真正够好食的哦，拢食迄行啊来。总裁，你讲了无唔对呢，你真正足捌食的。较早我拢是家己偷偷走去食啦，惊去互看到。人拢会讲啥物名媛食路边摊。等下我着买过来，咱来做伙食较有伴啦。啊，是讲爱我加买几份啊？万一夫人过来看你，买当做伙食。哎，免替伊准备啦，伊阁有其他代志袂过来啦。哦，安尼就好。我家己一个人伫饭店食，食啥拢无滋味。下当来陪你做伙食饭，大家做伙开讲，安尼嘛正好啊。呵呵呵，就等你买回来，咱做伙食。嗯。